哇，同位同位，你看你有网站的话，这样子出来，超乱的。他们说，他们是有点不同意，不能这样。小九，你说我记得他小九爱演剧的。什么呀？反手，他反手的。要求的，嗯，他上次也来过，他有一次遇到，临时到学校的时候，他已经走，他已经是新人了，你说能进去？对，他，我要跟他打招呼。不会啊，再多一点。我想一下。哎、欸，让我五分，我早就赢了嘞、啊。你要让我五分，我早就赢了。我想当。他刚才说要让我让他两分了五分嘞。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啊！我建议你点球来打过球，下次不要来。下次少去哦，台中。那凯哥他们也结束了。